我们也可以修龙树菩萨的念诵法，因为我们有他的手印，他的手印你可以结这个说法印啊，说法印，或者转法轮印，转法轮印，转法轮印啊，转法轮印是两只手，我做给大家看了。这是内转法轮印，外转法轮印，另外还有龙树菩萨特殊的转法轮印啊，这个像所雕的差不多就是转法轮印，现在你们所看到的龙树菩萨就是转法轮印啊，转法轮印。